我先跟四妹说，你刚才问了一个问题，问得很好，你自己回答一下，你凭什么要给我500块钱呢？凭什么？因为我们很好啊，处得好，家里面能过日子啊，过得很好啊。哦，你认为过得很好？是的，他不是凭什么又给我500块钱呢？你说，你怎么能把别人的同情来作为惩罚对方的手段呢？人家现在明明白白地向你表示不爱你了，只是同情你，给予你一定的帮助。他是说的假话。哦，他是说的假话。是这么想的啊，就是这样了。徐老师，我很同情这主持人啊，你能把这事儿摘清楚就很不容易了。谢谢您了。哎呀，这声汗出的，给我的体会就是，这整个仨人站在这儿，就突出一个乱字儿，落实一个傻字儿，体现一个愚。尤其我们这周大哥，周大哥是我这么多年来见到为数不多的一个糊涂的好人。他这种好人糊涂到已经没有原则了，糊涂到把自己生活搞得一团糟，糊涂到不知道谁是他媳妇儿。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最聪明的应该是聂大姐。我赞同刚才那三位嘉宾的观点，真的别趟这浑水了。我相信即便周德哥把这些乱事都摘清楚了，你跟大哥今后的生活也不会太幸福。感谢你们，我来的时候我就想听听你们的看法，你们的意见。我还要告诉他，以后请你别打乱我的正常生活，我可以追求我的晚年幸福。师妹儿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没出现的时候你们过得好好的，对不对？证明你们还是有感情的嘛。如果我你别相信他的，我希望你们两个好好的过，当我没出现过，祝你们幸福。好，嗯，谢谢您啊，这段话说得太好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